哦，你答冇啊，你冇读啊。你放榜嗰日做攞咗张成绩表之后去咗做咩啊？打波、打唱 K、打机。系啦，就系唱 K 啊。点解会去咗唱 K 咧？你都唔使揾学校啦，因为太高分。鸡碎咁多分，因为太高分。因为哇，好嘢！我高过我隔篱嗰个啊。我都高过我隔篱嗰个。我已经好低分，冇人讲啊。跟住你仲要话你高隔篱嗰个？Really？ 咁我唔系讲系几倍？几倍都系噶，都可以成嘅，成到喎，成啊，成到唔好打大镬，唔好打大镬。唔系我个分有成个，成到大个，你嗰个咧？你负分啊？你成到大噶，你个分成到啊？定系成极都系一啊？你嗰个分嘅成极都一样嘅喎。唔系我成都系一啊，零就算零分，成都系零分。你一点样成都成到上去嘅喎？唔系，如果零成上去咧，又讲数学啦。咦？点啊？如果零成上去咧，就永远都系零啊嘛。系啊。一成上去咧，就永远都系过数噶嘛。过咩数咧？即系二乘二，一乘二咪变二咯。系咯。咁你一乘十咪变十咯。冇嘢，成极都系一噶。有噶，睇下咩试书啊，中五嗰本有噶。咩啊？咩一啊？即系一乘乜嘢都系等于二啊、三啊、四咁样上去啊嘛。系啊，永远都等后面嗰数。但系咩嘢系就算加极都乘乜嘢都系一咯？冇啊，有噶嗰啲咩代数啲有噶。你仔查下先乘除后加减就除翻咯，乘要啊！先加减后乘除啊！先乘完再除咯，我今日讲数学啦，系啊！明明就先减后加再乘先除啊！喂，数学咧，讲起数学咧，我真系点啊？不是定理啊！会考咧，求其咧，点样求其啊？点求其啊？因为佢两份卷噶嘛，唔好学啊！佢会考都求其 ，M C 啊！啊！依题 A， 依题 B， 题 C。讲先咧，咁我喺度，梗系我唔好专业咁样讲呢、這个，即系呢啲制度嘅嘢啦。即系我系求其 hea 住啦，会考你知道香港啲制度噶啦。系啦，真系唔好提啦，真系唔好提。我又唔系专业人士，我系呢啲系咪先？我系嗰啲普通嘅平民仔啊，平民仔啊，草根嘅。而家兴用嘅仔字啊。贫民窟，香港有贫民窟嘅，系咯，系屋企，屋企好似啊，屋企狗窦嚟嘅，咁呢个会考梗系 hea 做噶啦，但系数学我 hea 做都合格啦，都唔知点解，咁我又唔系，我又唔系考咩 A math 嗰啲，我净系数学啫，咁佢两份噶嘛，咁一份就系唔知咩问题啦，跟住又要呢个算草啊，系咪啊？嗰个叫咩啊？我唔记得咗入边嗰啲叫咩啊？一条题目，跟住咧你咪写翻程式出嚟嘅，程式嗰啲方程式咧，跟住先可以写答案噶嘛。如果唔系冇啲分噶嘛。嗰个叫 step 步骤，我中文叫步骤。啊，我都识喎。英文我知 step 系个步骤，但系我哋记得嗰阵，即系其实个答案得一分嘅啫，你唔写个答案都冇所谓啊。中间嗰嚿嘢系个名我记得。步骤咯，步骤咩？步骤分咯 ，formula， 好似系 formula。reason。我唔记得咗咯。你中午啲计数，你永远写一样出嚟啫，就话点解你要写呢句噶嘛？但系我系 MC 嗰阵，我系尽量求其，尽量求其啊！哇，好难啊！好难咧，我真系求其唔到啊！点样尽量求其啊？唔系啊，好认真咁尽量求其去填嗰啲。又认真又尽量又求其，填即系圈个圈嘅啫嘛，大佬写得好难啊！你啲咩词嚟噶？有有有，唔系。咁啊有噶，我唔记得咗。填满咗个假啦，总之几年前嘅事，边个游客噶嘛，系咩？总之游到个假黑晒。但系啲人话系唔可以用原心笔游，一定要用 HB 嗰只原笔噶嘛。因为要关心噶嘛，因为要心识噶嘛。咁我都系用原心笔做。但我不嬲，次我学校嗰啲模拟测试，我都系用原心笔，都冇事，都出到翻。系啊，其实总之填满到就得噶啦。系啊，咁但系都合格出。其实可以唔使填嘅话，一条线就得噶啦。你係驚佢 get 唔到嘛？係啊，係啦，就啲填滿佢油都黑曬啦。嗯，但係我記得我真係合格出咗嚟個成績係勁咯，合格咯，有盡力有求其咯，又認真咯。